我要当歌手开播至今已长达两年，历经98场捍卫梦想的战役，多达440位的选手在舞台上唱出最撼动人心的力量，用歌声展现勇敢、坚持与重生的光芒。下周我要当歌手全面进化，全新赛制展开，梁文音、蔡敏佑明星歌手强势领军，最强歌手帮蓄势待发，梦幻般歌手组合以红白两军残酷厮杀。我这一票投给，以观众喜好决定战局，真的跟看棒球一样好激烈。以尔虞我诈决定结局，以奋力一搏改变命运。 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全新局面下周登场。